我要看有没有车啊。这边为什么不用看？你为什么要直接这样过来？你为什么要直接这样过来？你也不对、啊。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这样过来？你那么大声，你为什么不这样过来？撞到了没？你大声干嘛？我不对吗？对，是你不对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过来？我转弯不对吗？你为什么是这样过来呢？我转弯啊。你为什么是这样过来？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我转弯不对吗？你为什么这样过来？我转弯不对吗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？我当然要转弯啊。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子到这边再过来？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你自己看那边呢、欸？你有转过来看这边吗？你这样子过来呢、欸？你好像自己对一样哎、欸。哎呦，你这样子过来，那、啊、我这样子看旁边再过来、欸。你没有看这边，你自己要撞过我来了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子过来啊？你要不要报警啊？直接报警比较快、欸。来呀、啊，来报警快点啊！奇怪呢、欸，莫名其妙的。你这样子过来呢、欸？你为什么不是到这个车这边这样子再过来？我要转弯了，不是吗？这里红绿灯吗？什么的？你自己看那边，你不是看这边呢、欸？我的问题吗？无法沟通了啊！你才无法沟通了！你这样子过来呢？你这边你眼睛看到？你这样子过来，理论来讲你是要这样子超车的，但是你是这样子过来转弯的。那你眼睛看那边干嘛？你有看这边吗？我他妈在看车，这样子过来。你有看这边吗？你有看这边吗？你有看这边吗？你讲呢？你有看这边吗？你讲呢？哎，你有看这边吗？哎，我是没有看，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过来？我正常要转弯啊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子转弯是要到那边再转过来，你有没有听懂我的点？我点怎样？我就是要转弯的。但是你是从这边过来的，有差吗？你是这样子斜着过来的，差很多。差哪里？差的很多。你这样子很危险、欸。你从这边这样过来是超车哎、欸。你眼睛在看那边，你有看过这边吗？什么叫危险？哎，你从这里转过来就直接转过去了呢。我就问你要不要报警？你要报就报啊！我有不对吗？你转弯，你为什么只看那边，不看这边？莫名其妙的人。对我凶啊！我那我放口气，我对你凶啊！真的凶哦，真的凶哦！你自己看那边的呢，你就走这边不看，自己要撞到我。我真的不懂，我这样子过来，然后你从这样斜着过来，我当然也会自己吓到啊。然后你不是从这边这样子到这边再过来？两位，两位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好。是没有什么事，自己不对啊，这样眼睛看那边是怎样？你转过来有看我这边吗？真的，没有什么，现在讲讲就好了啦。我也知道讲一讲，那这个骂我什么他妈的什么都没有。喂，没有吗？拜托，你口气都有那么凶。我只是说为什么你口气都有那么凶，那我当然口气也一定会起来啊。我刚刚转过来，你试试我为什么你要撞到我？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转？你先大声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转 ？OK 吗？要不要我指给你看？我看不懂，你看眼睛看那边就对了。不是我看不看那边的问题，是你这样子斜着过来。我这里没有红绿灯。